各位乘客，欢迎乘搭 JT 亡命巴士路线。这条路线将会经往天堂和地狱。如果你好彩的话，就是天堂啦。祝大家有个惊恐的旅程。你老豆啊，前面的巴士阻住晒，一嘢撞落去，哇吓！咁多位乘客，欢迎乘搭 JT 亡命巴士路线。由于乘客太多，而家决定直接闩门。你个臭广播唔好喺度妖言惑众啊！呢架车明明就系天堂同埋地狱嘅，哇，好靓喎呢度，最衰冇得直接封个海啦。嗱，转一转个弯先啊！喂，前面嗰你条友睇车，系啊，趁你而家仲笑得出就笑下啦，因为你好快又笑唔出。其实你紧唔紧握扶手，你都系会死。睇车啊！你唔系真系以为我会埋站啊嘛？嗱，睇到呢个情景咧，你哋唔好咁惊讶住。点解啲人会卡晒喺度嘅咧？其实系因为咧架车太多人，所以啲人行唔到，所以先卡晒喺呢个位。你睇佢右尾摆偏离经界，把上放大，支上放大，皮放大。嗱，咁多位乘客，你哋有遗言就快啲讲啦，唔系阵间就讲唔到噶啦。可能你哋会问咧，其实我成架车逼满晒乘客，点解唔俾啲乘客落咗车先，再继续揾受害人呢？因为我哋囚禁住啲游客。但我哋做司机嘅都要有翻啲职业操守嘅，所以我哋都要开翻门俾佢落下车。嗱，落车啦！成对门开咗俾你，你仲唔落？咁得啦，我哋冲落海咯！哇，你老豆啊，原来冲唔到落海。哼，你真系天真啊！你以为咁就可以阻止到我冲落海？咁大条罅喺呢度，我想问下出咗啲咩问题？点解会咁样嘅？喂，等阵先，你用脚好似系推到架车嘅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哇，跌落海咯！喂，搞错啊！呢只 game 啲水系假嘅，个巴士喺水上面可以行到嘅，黐筋！喂喂，哇哇哇哇哇，黐线！哇，突然间发觉推巴士咧架车好似会仲快哦！